穿搭。好，那我简单最后给大家哦，现在可以到那的昂华江哦来做准备哦。
有时不在，咱手握青苗。当作亲情变情友一拜，心扉变成万年桥。再拜，当作亲情变情友。大家心想事成，合家平安，万事一定事事无灾。大家一对双手合掌哈，面对咱的红奶老祖，奶奶奶老祖公，你叫什么名？你今年几岁？你住什么所在？你祈求咱老祖来庇佑大家有什么代志？咱老祖非常非常的灵验。可以感受到我们现场所有楼下种地子的祈求，只要大家诚实的等待，那老祖会帮你非常非常极多哈。来，大家呢，互相的那个老祖双手合掌，你说那老祖，你叫什么名？你今年几岁？你住什么所在？你希望老祖来庇佑你，保佑平安，事事顺利。那属龙房间的非常有味道。我在合家平安，祝你平安。